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儿街养生房。那高血脂呀，被称为富贵病，患者呀，除了要注意调节日常饮食，特别呢是以下四类白色食物啊，也劝你赶紧远离。第一呢是食盐，食盐呀摄入过多会促使体内血脂升高，危害身体。食盐中的钠离子含量非常多，过多使用的话呢，就会进入到血液中，导致血管渗透压增高，这样呢也会导致血压飙升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第二呢是白糖，它会增加肥胖的风险，糖分在体内过度滞留，会转化为脂肪，导致血脂升高，造成血液浓度增加的现象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啊，对一些血脂高的人群来说呢，要忌口。第三是肥肉，会导致甘油三酯以及胆固醇含量增加，加重血管的负担，诱发高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，对身体非常不利。后呢是白酒，长期喝酒啊，对身体危害挺大，特别呀是对肝脏功能很容易导致肝功能的下降，造成毒素垃圾堆积，引发肝脏疾病的危害。而且呀，它也会刺激血管受损，造成血脂升高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同时别忘了关注我。